可喜欢吃这个草莓的吧，你们吃的时候肯定就用勺子了。嗯，这中间一层全是麻薯，可过瘾了，吃这个的时候。 这是一大坨的那个麻薯，你看一下这个麻薯。 看没，是咱家的这个肉丝小贝的麻薯。 这个老好吃了呀，我都回购过无数次了，你们都看我吃过好几次了，人家。 超级好吃这个，这个全剩下一大坨的这个麻薯。